三四，三，好，然后 enter， 四 enter， 五 enter， 六 enter， 七 enter， 八 enter， 九 enter， 十，十一，十二，我真的这样就写好了，应该知道改哪里吧？如果 value 是变三，有没有？那就变成牛嘛，医生可以推，那这样就知道说他要在哪一个地方去显示，哦，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了。可是就是我们至少可以达到我们去更换这个图档的目的，哦，更换图档的目的。那这部分的话呢，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就是下一章的部分啊，跟上一章。那另外呢，稍微提一下，这个是后面的补充啊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这部分比较困难一点。那至于前面的程式部分呢，其实我之前呢也这个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。你们如果说要查到刚刚的程式码哦，完整的程式码呢，稍微搜寻一下应该也可以找得到。你找那个 ASP.NET 3.5 教学哦，在 Google 里面搜寻也可以找得到我的啊。这因为我之前在我们这边也教过哈，在每一次上课我都有记录。我记得是在第五次上课哈，所以你点进来之后，这个我的部落格里面哈，查一下这边有个搜寻，你就搜寻 ASP.NET， 好像在第四页吧哈。第五次上课呢，点进来哈，第五次上课点进来，这边就有我们刚刚上课有没有这个图档？另外呢，程式码完整的都在这里。我在这里有没有刚刚的部分，你把它点进来，那当然它不是文字档，你当然没办法复制，可是你可以哈，参考把它打，就是比较一下看自己哪个地方有出错哈。可是这里比较要注意的是说，我 button 之前没有更改名称啊，所以都是三啊四啊五啊，有点不太一样，就这个地方哈。那另外呢，等一下我还要继续讲，就是说那个 BMI 的这个范例。那另外甚至呢哈，之前上课我也把它录影下来了，所以如果你按播放哈，它也会有声有影。反正你如果说要复习的话，只是说可能讲的那个流程不太大同小异啦，啊，只是说针对不一样的这个学生哈，会有不一样的上课方式哈。啊，这里的话，我想你们试试看，记得是在第五次上课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这个图档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，啊，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分啊，你们可以再加一个下一章上一章，啊，下一章上一章。